为庆祝父亲节，各个游乐园推陈出新，创意玩爸爸的优惠方案。潮州之家森林游乐园在父亲节前夕的周末就推出富爸爸炫富活动，只要爸爸们露出腹部，就能享有免费入园的优惠。我们八大森林乐园为庆祝父亲节，举办了富爸爸优惠快闪，炫富吉祥入园门票免费，并有机会获得两天一夜免搭帐、免费住的优惠活动。另外达成指定条件，还有机会获得两天一夜免搭帐的免费住宿券，让不少乡亲跃跃欲试，要让爸爸度过一个不一样的父亲节。于入口售票处露出爸爸的腹部并拍照，将照片自行上传至新八大森林生态露营园区粉丝专页的留言区，完成上步骤，富爸爸本人即享当日门票免费入园。然后揪朋友一起来按赞，至8月11号晚上8点止，统计按赞人数最多的照片即可获得免搭站两天一夜免费住。潮州之家森林游乐园近期转型成为露营园区，搭配夏季水乐园，成为亲子玩水野炊露营的好场地。加上园区生态丰富，拥有大片桃花溪木林，相当适合来住上一晚，享受片刻悠闲，感受不同以往的八八节庆祝氛围。八大森林好好玩，祝每位父亲父亲节快乐。记者不停张志和采访报道。